高他马，好，勾手松开，变成手掌，两手打圈，划一个圆，微微往下沉，再拧起来，往右边过来，左脚点步收回来，好，往下踏稳，啊，右脚勾一圈，打一个圈，往后落步。好，两手收，配合左掌收，翻出去，再微微往后拉，提起来，往前捧，往下沉，再收，一虚，一发，啊，好，现在再打一遍。这个要点要注意，身体要挤起来，手要松，肩要松，你看马步要站稳，不能晃动，要保持稳定。好，你看手掌在身体前面，现在左脚是点步，然后左脚一落步踏稳，好，重心稳了，就抬右腿，只要勾一圈，配合两手打圈，合到前面，然后右腿落步，落马步，保持原档，啊，也是朝着这个方向，然后两手往下沉，微微往后拉，收左脚，右腿站稳，好，往前翻，手掌翻出来，啊，右手手掌伸，手掌心朝前方。左手手掌心朝天，啊，也是朝前面一点点，你看我手掌就知道，然后往后面拉一点点，提起来，往前捧，啊，这个时候身体也要稳定，啊，不能往前太多，身体也是急的，你看不能往前倾，啊，你往前就不行了，身体保持稳定，啊，身体不能往前打，你看非常稳定，啊，好，高他马